邮差骑车经过路口，灰色轿车刹车不及，直接撞上邮差，整个人弹飞滚进车底，差点当场被碾过。邮差伊迄时要上班，伊透早对阮遮过。强弄者倒一涂骹哦，我是讲单无起来。这里就是立德街与立德十巷口，仔细看路口没有设置号志灯，也没有警告标语，路过的民众时常忘了减速。有轿车没有减速撞翻机车，也有轿车直接开过去把经过路口的机车骑士撞飞好几公尺，更有两台机车经过路口直直的把对方撞翻。立德街与立德十巷口时常发生车祸，让附近居民心惊惊，直呼这里根本是恐怖路口。足恐怖的，连面都变一下呢，透早嘛有，暗时嘛有。哦，那逐天有啊，那是一天两天，恐怖，我都不敢讲。居民抱怨投诉多次，路口却始终没有装设号志灯，让他们相当困扰。这里车祸频繁，有时候甚至一天发生两次。住在那边的里民呐，哈，他们都说心惊胆跳，常常听到碰的声音。很多民众他还是要靠那个红灯停、绿灯行那一种那个警示才有效果。里长表示，常接获居民的抱怨，但由于车流量不足，暂时还无法加装号志灯，正在积极的向有关单位争取。警察接获民众的反应的话，我们会加强该路口的巡逻及违规取缔。警方表示，由于增设标志并非派出所权限，会加强巡逻，确保住户安全。只是马路如虎口，要确保行车安全，遵守交通规则才是上策。记者龚玉德、谢佑云、黄仲莹台中报道。